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什么？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在想策划案。所以你想到了吗？暂时没有。你一直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面，灵感根本找不到你。不是你说时间紧迫要争分夺秒的吗？我是让你别分心，又不是让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读书，真是个笨考了。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。哎，要不要玩个游戏放松一下？玩什么？坐这儿，等我一下。喏，我们呢分别在上面写一个词组，但是呢不能让对方看到，然后呢问对方五个问题，只能回答是与不是，谁先猜到对方的词组谁就获胜，反之就要接受惩罚。好，快写吧。写完了吗？好了。那你先。是人名吗？不是。我的是东西吗？不是。我的呢？也不是。我的有生命吗？有。是人类吗？不是。是我害怕的动物吗？是鸟吧？原来是考拉。愿赌服输，入考拉。行吧，你要怎么罚？弹额头吧。那，你稍微轻一点。轻点就不是惩罚了。就这样。哦，你先清的话我就再弹一个。哎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下一轮吧。都输了还玩？